软 Q 的凉面淋上有昆布鲜味的酱汁，再搭配小黄瓜与红萝卜，爽脆宜人，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会让人爱不释手哦。如素两年的秋秋精，因为儿子经营日本料理店，特意研究日本口味的素菜，让大家能够吃到不一样的风味了。现在新素派天空带单来，我们现在来欢迎这一位曾经吃素吃的不对，变得身体很不好，但是现在呢，终于找到了健康的秋秋精师姐。师姐您好，爱珍师姐好，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哎，这个吃素哈，还真的是要吃对耶哈。对，我们常常也是呼吁大家，就是说尽量要素食，但是呢，我们也希望大家吃的是健康，吃的是正确的素食。听讲你较早是因为唔知食什么哈。假如去检查身体检查，医生跟你讲什么？医生讲，你得应该去吃素哦，你拢无胆固醇哦。哈，在此要跟大家更正报告一下，那是无胆固醇，这个人已经去阿弥陀佛。好，那其实是医生的意思，大概就是说，你的胆固醇，好的胆固醇已经太不是没有，没有都是啊，太少，都是说不够了，哈。那至于胆固醇有什么功能，我们将来会再来为大家做一个更详细的解释。但是听说你很会用那个日本料理，把它变化变成素的日本料理，对不对？哈，那今天你是不是就要做跟日本料理有关的？对，那个日式的那个凉面。哎，好，日式凉面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凉面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。日式凉面材料有绿藻面一包、小黄瓜、红萝卜、海苔丝各适量，酱料有糖150克、酱油100cc、昆布一片、香菇精一匙、芥末、七味粉各适量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做日式凉面的一些基本材料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是什么？要怎么做？先首先要做煮酱汁。酱汁。好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水。哦，水。跟我照比例。有，这个是300cc。300cc。这个酱油100cc。好，三一。还有个香菇粉。一小匙，一小匙，哦，香菇粉，好，这个昆布，啊，这个都是用一罐呆小呆嘿，呆，啊，你看这个汤汁都黏黏的了，这汤汁不要了吗？不要了，哦，这个汤汁就不用了，然后这个就把它给它煮开哈，好，然后现在您要先做的是什么？要切小黄瓜哈，好。所以这个是要切细丝吗？对，要切细。太油。像外面吃的凉面呢，也是都是放这个小黄瓜丝啊。是，我们现在夏天呢，其实卖的最好就是日式凉面。凉面哈，因为日式凉面的那个沾酱哈，比较清淡。对。对不？日式凉面还有一种是那个山药的。报告师姐，这个煮开了呢，就加糖下去哈。好，等它融化，对不对？关掉。所以那个糖是算是第一道原糖，黑糖。我是用冰糖。这个是水滚了就可以关火了吗？对，可以的。还那个泡在里面，泡在里面，对。OK。好，现在就让它再捏，放凉喽。对，要放凉。要放凉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给大家看这个凉面哦。所以凉面跟我分是什么样的凉面？我是用绿藻。好，用绿藻凉面。绿藻凉面。那所以说，
这个我们自己来选择。哇，如果用我们的那个南瓜，南瓜面，南瓜其实我们浸湿的蔬菜面也可以，对不对？这个凉面煮起来要煮15分钟，要用那个冰水啊给它泡，把它捞起来，捞起来放进冰水里面，放在冰水里面，然后等它凉了再捞起来。好，那现在这里有一碗是我们已经事先煮好的，对，好，然后就这样拌吗？要吃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日式凉面，其实摆盘应该很重要吧？我发觉啊，全世界的料理里面哦，日本料理的那个餐具哦，花样最多，可是就是有那个 feel， 有那个感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这个要怎么放？就是要调，先来调，来，要放一点点芥末，哎，哦，这才叫正统的，对不对？要拌哦，要拌。我知道你的酱油只要这么一点点就好了吗？先给它拌。其实日本料理里面素的不多，哎，对对，只有一个乌龙面，还有叫蔬菜天妇罗啦，对不对？啊，筷子可以夹。好，是来。哦，吃的时候是这样，嘿。哦，你现在那个是要做给谁吃？给你试看看。哦，是给我知道。哦，那个是要给我吃的，哎呦，感动哎，哦，然后呢，啊，哎，我们平常吃的时候啊，都是会用一个不透明的碗，我现在突然之间发觉，如果我们吃凉面是用玻璃碗，感觉上好像更凉快哈。对呀，夏天吃好好吃。哦，这样你可以。哎，就这样哎。那我们吃的时候是这样，要拌一下吗？芥末都在下面。芥末酱油跟这些料给它拌一下。对，吃。哦，好香哦！好，现在我要来尝一口。嗯，看我们现在满头大汗。哦，如果说在这个时候。吃的是这个凉面，你不知道有多舒服、多幸福，对吧？整张脸好像一个那个蒸笼在蒸馒头哦。那么我们除了凉面之外，师姐还要再教我们做一道什么料理？日式的手剪，那是凉快呢。对啊，对啊，都是夏天吃啊，冬天也可以吃啊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来做个日式手卷，我们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。日式手卷材料有芦笋6根、莴苣1/4颗、海苔3张、牛蒡1段、白芝麻、美乃滋各适量。调味料有酱油1汤匙、冰糖1/2汤匙。我们看到了这些食材哈，然后师姐呢现在很努力的正在切的是牛蒡，对不对？那么日本人很爱吃牛蒡，所以现在你把它切丝要做什么呢？要炒，炒起来包那个手剪。啊？牛蒡手剪。这么讲究哦。好，好，这个水是滚了，那我们可以先来把芦笋放下去哈。我们现在用什么？我来。好。好，那我就来。这个芦笋捞起来是不是要放冰水？对，要放在冰水，要不然会黄，就马上就黄掉了。对。那现在这个炒这个好。要放水。哦，好。我来那个，这个芦笋差不多可以捞了吗？中间开了没有？要等中间一定要等水全开，对不对？全开才可以捞起来。其实你说你那个时候被医生检查说你的胆固醇偏低哦，那个时候你已经吃素吃了一阵子是吗？对啊，对。那是在多久以前的事情？
一二十年前哦，哦，黑炸了哦。那个时候第一个吃素的人不多，对，那医生也不能够理解，然后呢也没有人教说哎要怎么样吃会比较健康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现在回想起来，你那个时候到底是吃什么东西？拢食一寡豆腐啊、豆干、青菜安尼尔。就是好像那个吃的量不够，对不对？对，营养不够了。哦，就是不会煮素食了。不会煮，你那时候为什么会吃素？就是去听那个一贯道。一贯道非常的推动跟那个希望严格执行素食，对不对？哦，来这个呢就把它放进冰水里面哦。所以那个时候其实真的哦，早期吃素确实没有人教了。对，没有。嗯，所以就变成青菜姐姐，拢食一个爱笋干，哦，不是讲老的明仔初一十五礼拜拜呀，然后就是食罐头啦、面筋啦、脆瓜啦，对无？笋干啦，食迄哎，迄那是初一十五食不要紧，逐工食都哦，安尼袂应景。迄没有煮啊，啊都唔知要食什么。所以说现在就可以学了，对不对？也没有新素派了。你刚刚教我不新素派。对啊，啊现在都可以看新素派啊来煮啊。哎，确实呢，还可以知道怎么样去料理。啊，后来为什么又吃素了嘞？那就是上次在推那个素食啊，哎，他说荤素不可了。所以又出事了。对呀，啊，可是虽然讲非素不可，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说，哦，卡在一心的功，假素食我的胆固醇偏低，啊，这起码非素不可，啊，别安怎？啊，起码就是讲吼，拢有看咱的大爱的迄个新素派啊，嗯，哦，爱咱教咱做足侪素食的物件，吼，啊就会教啊。所以现在吃的都很健康了，所以现在有那个健康营养健康概念了，对不对？那餐具这里牛蒡呢，一些酱油炒一阵子之后，放一些放一点点水，对不对？让它水分稍微收，给它收一下，嗯，再放一些酱油，酱油放一些，哦，那个冰糖，哦，就放一些冰糖，嘿，再让它稍微入味。所以，因为那个冰糖原糖，它跟那个酱油就让它上色。对。嘿，你那个时候因为吃素吃的不对，那后来你儿子又开日本料理店，对不对？嗯。那是他是开了一阵子之后，你就非素不可喽。对啊。啊，那非素不可的话，那儿子怎么帮儿子？嗯。他总要想研发一些素的日本料理呀。哦，他也是有在做一些研究啊。哦，对呀，做一些素的那个日本料理啊。你敢有去那个店里面该到帮忙？没有空哎，做慈济没有空。对呀，对。好，哦，这个芝麻放下去之后，再炒一下。再炒一下。嗯。哎，好香哦。对呀。好香哦！给它收干就好了。哦，给它汤汁收干就好。对，好。这个牛蒡很营养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有两种牛蒡了哈。那个是热的。对。然后炒好以后要像这样放凉，对，是不是？嗯。好，那这个凉的就可以吃了，对不对？可以吃了。哦，好。来，我们就来。来，捞一些起来。加几点慢矿嘛。好。那这个我先来吃一小口，好，嗯，因为这个手剪，这个像日本料理店都有一台那个烤箱嘛，要烤一下，哎，烤一下才会酥酥脆脆的。哦，不是说直接跳开就来爆，不行，要烤啊，所以我就买这一种哦，比较会酥的。哦哦，这个是半张的这种，对。这个比较酥脆，哎，还要切这个了。哦，好，生菜的话就切一点点，切一点点。那我现在就把那个已经漂凉的这个芦笋把它捞起来，对不对？嗯。捞起来，然后给它沥干水分。那
个生菜呀，我们如果说一次切的量比较大哈，嗯，那要怎么样保持它的新鲜呢？因为有的时候生菜也是会变黄，不要不要切，不要切那么多，不要切那么多，看我们吃多少就切多少就好了。现切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冰，这个也可以冰，现切就好了。对，因为这个洗干净就好了。好。然后，这个芦笋就是非常好的东西。其实你看，这个都不用开火，就是事先哈，对啊，这些烫好跟煮好的都做好。那么现在的人上班都很忙啊。像这样子，如果说我们把它弄穿透哈，放在冰箱里面，一个保鲜盒装好，小朋友放学回来自己卷，哈，可以哈，可以。哎，真的呢。各位妈妈，你就教孩子们说，你放学回来吃的点心就自己卷，自己挤沙拉。我相信小朋友一定会觉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如果说当然在家里面这样再把它插起来更好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要来吃吃看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芦笋好鲜啊，然后。那个芦笋完全没有调味，但是呢，再搭上那个美乃滋跟那个牛蒡，还有那个莴苣。我如果喜欢吃蔬菜，我们就是给它蔬菜多放一点，对。对，也可以放那个啊，放那个素肉松啊。我刚刚麦克素肉松咖啡酱，嗯，对不对？光这样子蔬菜原味好好吃哦。对。而且这样营养超均衡了，这样就很好了。你照这样子的吃法，你现在还有胆固醇偏低的问题了吗？现在检查到正常了。对，好啊。嗯，不是吃素会胆固醇，也不会说太高，也不会说太低的，都不会。而是要吃对素，对不对？嗯。感恩师姐今天教我们这么一个简单又凉快的料理，我们大家都要自己做做看哦。日式凉面做法是：绿藻面煮15分钟煮熟，捞起泡冰水备用，水300cc 煮开，放入酱油、香菇精、泡软的昆布、糖，煮开之后把昆布取出放冷作为酱汁，取适量冰凉的绿藻面，加上红萝卜丝、小黄瓜丝、海苔丝，再把酱汁混合芥末淋在面上，并且撒上七味粉拌匀就可以了。日式手卷做法是：牛蒡削皮切丝，莴苣切丝，起油锅，牛蒡入锅拌炒，再加入酱油、冰糖调味，待收汁之后再撒上白芝麻放凉备用。取一张海苔，放上适量的莴苣丝、炒好的牛蒡丝，挤一点美乃滋，再放上2根芦笋，包卷起来就可以了。啊，吃喝玩乐，吃喝玩乐，能抽的能喝的全都会。因为我们学佛的人啊，要方便人家，不是方便自己。吃素了以后，我们心灵的话，更会心安自在。阿菊师姐以前是一个非常懂得这个生活享受的人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怎么个享受法？啊，吃喝玩乐，吃喝玩乐，能抽的能喝的全都会。可是这个是一般的人的追求，但是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你去追求了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？因为我单身一个人在美国啊 ，OK， 所以但心灵上还是有很多空虚。哦，啊，怎么办？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去寺庙，在哪里？在洛杉矶。这个因缘的话是非常的好，因为我到法印寺去。那时候的话，我会吃素的话，也就是我在那边，因为我很喜欢看书，还看录影带。哎，那时候这些资源比较缺乏，所以我到他们图书馆去借了一个《生命的呐喊》。哦，我们这是在台湾17、18年前制作的一个录影带，而且很震撼我。是。那还有一点因为我吃很多荤嘛。对。
那我看到荤的话会让我们人的身体会有很多疾病，那真的讲一句老实话，那时候也怕死，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加入慈济，所以我就到美国南加州分会那时候这样。你知道，那一般的话我们在家居士是不能练法器的，对，那他就说因为我没有结过婚嘛，他说很轻，所以就叫我去练法器。那他跟我讲练法器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一定要吃素，所以我的因缘就到1996年12月就到法印寺去受戒，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就开始吃素。洛杉矶吃素其实有方便吗？那时候的话，那属于15、16年前，素食店没有很多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素食最好的时候在哪里？慈济。我们那时候的师兄师姐非常那个，你知道，那我们去礼拜六去朝圣的时候，他们一定会煮，所以吃对你来说也没什么问题了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吃素。可是对于这个你这么好交朋友的人来说，可能会产生一点困扰吧？非常有困扰。非常跟什么样？因为我在那边又加入校友会，我又打篮球。你好活跃哦，但是不能够进入慈济以后，你那个活跃的动力就没有了呀。还是有，还是要保持在。那我们以前打球的话，打完球的话，我们一起去吃啊，然后有时候去卡拉 OK， 哎，去跳舞。哎，后来进入慈济以后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那时候人多事少，人少事多，事多，对，所以也把我的一些注意力都分散了，就都 focus 在慈济。focus 在慈济，那些朋友就不交了。有，然后他们那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啊，他们要考验我。我们每次都是一桌，里面有龙虾有螃蟹。是，可是我都是自己带自己的东西。那时候他们就跟我讲，哎呀，说 Elgin 啊，跟你在一起啊 ，no fun。对，因为不好玩的嘛。哎，对啊，因为以前他们来的时候都找我啊，我都带他们，我会看得出来，你是一个很会带动的人。对，后来这样也不太好吧。不会耶，我这人很好，我的朋友都很爱护我。那出以前的时候是我配合他们，是，就是他们去到荤的店，然后我点一个素菜。可是呢，到现在呢，他们就会选餐厅都选素菜餐厅，先考虑到你的需求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学佛的人啊，要方便人家，不是方便自己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我都配合他们，但是他们反过来，他们跟我讲。你看你们推行素食啊，我们天天都吃荤，偶尔吃一次素也不错，清肠，哎，所以说其实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，你的友情还是存在，但是呢，也带动了大家一起能够感受到这样子一个素的健康跟美味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，你自己对于素这个字，你心里面是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其实这个素啊，我觉得我们。人哦，叫返璞归真，对不对？所以上人推行嘛，对不对？日食八分饱，助人两分好。所以我觉得，这个吃素的话，不但是一个素食，但是吃素了以后，我们心灵的话，更会清安自在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也祝福你，感恩您的分享，感恩，谢谢。